中秋节就快要到了，有幼儿园最近邀请学童跟家长一起来发挥创意，用柚子来完成亲子劳作。没有想到啊，有家长说压力好大哦，这到底是要逼死谁？原来呢，因为他跟孩子的作品只是简单的在这个柚子上面呢画上了可爱的表情，但是看看其他的家长啊，很多人真的是卯足了劲儿，有人呢做成了龙猫造型，或者是用柚子皮雕刻出嫦娥，这样子的作品呢，真的是让这位家长叹为观止。不过对此呢，幼稚园老师说，作品倒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跟孩子来培养共同创作的过程，借此来增进感情。孩子们站在各式创意造型柚子前，准备投下神圣的一票。中秋节到了，有幼儿园邀请学童和家长利用柚子发挥创意，共同完成亲子劳作。但有一名家长在脸书 po 文直呼，这到底是要逼死谁？因为看看自己和孩子作品是这样，对比其他作品，真的让他大开眼界。压力会很大，就是小朋友回来都会讲说他们同学的妈妈或者是他们同学做了什么，然后我们自己的他们就会就是会有比较啦。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这个精致的龙猫作品，不只增加树洞装饰，还有卡通人偶小妹，许多家长看了都叹为观止。更有家长发挥创意，把柚子做成无脸男造型，化身象棋的将帅，还有 Elsa 和雪宝，甚至把柚子皮雕刻做成 Q 版嫦娥。真正花费的时间是3天，因为不会辛苦耶，因为毕竟是一起完成的，那像我大女儿一起加入，像她这样子的图片比较少，但算是比较用心的家长，60%都是家长帮忙做。很多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让幼儿自己操作。看到这些作品，有网友回应，现在小孩的作业都在考验妈妈，也有人说幼儿园办活动常常都是整家长，如果做到看不出是柚子，那为何还要拿柚子呢？不过无论是朴实无华派或是浮夸精致路线，只要能在活动中与孩子共同完成，间接培养亲子感情，想必才是活动的真正核心。记者邱玉婷、叶林帆台北采访报道。